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，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，可能我想要的、我喜欢的、我爱的都不一样。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人们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。我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掀开？